千里面。会的。演艺圈里面，演艺圈里面是。这个一定要洁身自爱，不要看人家女孩子年轻就想追人家。对。没想到跟禽兽一样。道劝娇娇要洁身自爱，张帝一语成谶，跟禽兽一样。张帝说：“不是我要说你，要娶老婆要靠自己。其实男人都很好呀，女人她都会爱上你。凭良心看看那黄子佼，一表男人才是不错的。戴的那眼镜多斯文呀。”没想到跟禽兽一样。艺人黄子佼自迷途事件后连环塌方，近期被检方查获有7部未成年少女偷拍部鸦片，引起大众怒火。娇娇过往的节目片段也被挖出，一切似乎有迹可循啊。没有代唱，这个小孩子很有成就啊。这个本名叫做郭富城。你说，到底要站得住吗？站站站站。演艺圈里面。会的。演艺圈里面。演艺圈里面是这个一定要洁身自爱，不要看人家女孩子年轻就想追人家。对，娇娇啊，曾经要过他的电话，大概一个月之内吧。为什么？在一起了？是什么情况之下呢？是在摄影棚里面。哦，其实是他找我去试镜，他公司的。哦，是他亲自跟你要电话吗？那跟当时跟你要电话情况一模一样。他就跟我约时间啊，去他工作室填一下单子。所以男女手段都是一样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最重要的是，他约你见面的那一天，他有没有叫你一定要穿女子高中制服？我那听说是凌晨3点多啊。几点？几点？几点是很重要的哦，因为娇娇大概就是那一段比较哦。几点跟你要电话，还是几点去啊？几点？几点到了？要你几点？没关系啦，讲出来啊。1点半。到他的工作室。下午1点半。没有啦，下午。下午1点半。他刚有拿一个录音带给我听，我也听了一下。哎嘿嘿，要走这一行，新人是要牺牲一下。来，别操！看看你的家里还有一个省电的方法是什么？就他爸爸看电视看到黄子佼就关了。哇，那很省电呢。讲的这件事情是传说吗？也不是啦，我转的其实不是，就是因为他会念一下。哦，你爸爸会念你？对，不是他会念他啊。念他什么？就他之前可能疑似做了一些，我们俩没有在一起，然后他就一直觉得他不是一个好人。